天下着雨，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过分的动员，可是国民党还是希望在我们立法院的周边在这里守夜。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决心来让人民可以知道我们是捍卫我们人民的健康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守夜的时候，我们国民党团其实有准备了很多的帐篷，然后我们也有带了睡袋，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轮流在这里守夜，然后明天大家一起去投下我们反对莱猪进口的这个投票。我们希望今天晚上就是我们一起展现决心的一个时候，虽然天气冷，但是我们不怕，我们在乎的是人民的健康。重点新闻不会消失，只会更强大。